搓糖粑，现在在这个软这个烩面，这糖粑面，先把糖粑面给它揉下子，沾来熟悉的肉，先把它那个面给它揉软一点，等下就把它包起来。这是酥麻，自己冲的那个酥麻。现在开始软糖粑，你们喊汤圆，我们贵州喊糖粑。先把它软成一个团，再放那个酥麻进去。小娃娃都会软。要压到它。揪一个糖粑起来。再用手搓圆。可以啦，捏个窝窝起来，捏个窝窝，放入那个酥麻。你包不成，我包的。把酥麻按下去。酥麻又不一样，你包。包着呢，要煮好嘛。啊，就是搓。不找老板和老李。我要包的是酥麻，妹妹的。要包嘞，搓圆了就可以了。那个来吃，那包完就包着。你就感觉我们捏的这句话，小孩个个都想亲自体验哈子。开了，就是已经捏好的糖粑就放下给煮。你包一下来，你包一下来，你们再放点酥嘛就行了。哎，浇稍微这个包。哦，下面你看我放酥嘛。等到我晓得我放哪个，把你包嘴巴。这哪里？这里是大的吗？哪里有一点熟的？要看哪里有缝隙，再走哪里放下去。一个来。哎，对，有些水要等到哈子。好点，有些都煮融了，包得不好。一个，啊，一个。一直得小鬼早上一直吃。嗯，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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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